哇，11公斤，1米的长度啊！好，看一下这个，哎，哦，走吧。看一下这个动力啊，可以拉1到6米高的渔网啊，1到6米高，100米的长度。看一下这个水的波浪，动静有多大？你们看一下这个防水。哦，看一下啊，哎呦，不行了，这个啊，翻了也没事啊，可以直接让它靠岸就 OK 了。如果出现翻船，它只是速度很慢啊，它也会回来，就是直接开就行。